单选三，第单选三的全部哦。我们看他说赫德抽嘛，他说光和色素分布在叶绿体的泪囊膜上面，对，泪囊膜型光反应，光反应要需要有分子吸收光能，是光和色素吸收光能，所以光和色素一定在泪囊膜上面，或叫泪囊膜体上，因为那是脂双层构成形成的结构，而光和色素是脂溶性的，叶绿素是脂溶性的，所以在这。好，那光和色素作为既然 A 对了，就不会是 B。基质是水溶液，光反应光和色素不会在基质的，在泪囊膜上面。那基质是形态反应的哈。然后试选项，光合作用主要色素是叶绿素，对，它可以吸收光能，帮助植物型光合作用，对，所以就 B 是错的，位置放错了，它在泪囊膜上面。这是光合色素的描述。第三题还有问题吗？